这场比赛两队的比赛打得非常的激烈啊，最后是延长到第十局的突破僵局制呢，最后是由崇越的赢得比赛的胜利啊，9-8获胜，胜投是雷蒙，败战投手则是洪胜清，那胜利打点呢则是山姆斯啊，这是赛后的结果。稍后呢，预计呢将是在1:30，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第二场的赛事呢，由台电棒球队，那就算是台中威打，也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电视网为大家带来的爆米花夏季棒球联盟的比赛，请观众不要错过。好的，那我们请观众再稍微休息一下呢，待会1:30还有第二场比赛要送给大家，休息一下，稍后回来。一九八五首。